这次旅程我们把目的地放在了曼谷，这座永夏之城也是一个佛教文化无处不在、传统风俗和现代文明奇妙的交融在一起的多面城市。而这次陪伴我的则是一台小巧有智能的旗舰级 vlog 相机，索尼 ZV-E1。 如果说有这样一台相机，它能够集合索尼顶级旗舰 HN3 的传感器和 A7R5 的最新处理器和 AI 智能芯片，同时呢它还更小更轻了，那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对它充满好奇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和我一起走进这次有它陪伴的曼谷之旅吧。曼谷最有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寺庙，香火不断，游人如织。我们租了一身泰服去了镇王庙，也算是解锁了香香的一个新造型。萨瓦迪卡。我们平常去拍带建筑的场景呢，就很适合去做一下带运镜的画面，推进拉远跟随旋转，也可以利用道具来做转场。哈喽大家好，今天依然是你们非常可爱乖巧又迷人的香妹啊。那今天香香的造型大家打几分呢？新相机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防抖甚至可以比 A7S3 更稳，得益于这次新推出的动态防抖增强模式，在光学防抖上再加上一个电子防抖，这样有很多镜头我们都可以手持去完成。如果你拍的是升格放慢后，那就会更加丝滑，不用全程都架着稳定器，在旅途中真的会轻松很多。而在旅拍中，如果我们想要去多记录一些风土人情，在拍摄路人时，你的设备看上去不那么有侵略性，并且能省去了上稳定器的时间，也能够保证我们能及时捕捉下自己想要的画面。如果你来到曼谷，就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里的各种集市，又或是慢到极致的火车和极具历史感的百年火车站，古老的传统和鲜活的生命力交织在一起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这次的新机还有一点非常吸引我的，就是多了很多机内色调可供选择，它多了一个电影感 vlog 菜单键，那不仅仅可以一键切换电影感 vlog， 还多了5种风格 look 和4种氛围色调可供选择和自由组合。我觉得这次新加的几个色调都还挺好看的，那在各种场景下也都很适用，直出完全没有问题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fresh 搭配 forest 的这个组合，它是一个偏绿调的颜色，自带一种复古氛围感，但更重要的是人物的肤色还能保持明亮自然。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没有后期调色我们机内直出的画面色彩。而索尼其他机型中拥有的创意外观在新机中也得到了保留，于是我也用 FL 的创意外观拍了几条直出的素材，也还挺好看的。一些拍摄时的常用参数呢，在我的影像风格的新菜单下也可以直接调出，而且拍摄参数也都可以通过触屏调整，更简便直观，也符合新手的使用习惯。这么多新加入的色调和原有的创意外观可供选择，可以说对于不熟悉后期调色的朋友们提供了快速出片的可能性，也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在旅途中呢就去做一些快剪即拍即发的需求。曼谷的街头也有数不胜数的咖啡厅，我们选择了一家叫做 Nature Cafe 的地方，绿植环绕，恍若进入了世外桃源。这次的新机器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智能化，它多了很多一键就能完成的功能，比如说这个一键散焦可以让你在拍摄时一键选择是否要虚化背景，就省去了调参数的时间，又或是多人景深识别功能，在自拍 vlog 时可以识别你画面中是否出现了其他人，从而自动收小光圈，让你的朋友在画面中不至于被虚掉。产品展示功能，我们在拍摄 vlog 时想要去展示什么东西，它会自动对焦到产品上，而不是一直锁住人脸。取景稳定功能，可以自动识别主体位置，不管是走着拍跑着拍，都让你的模特固定在画面中间或者你自定义的画面中的任何地方。还有一个自动构图功能，会自动拍着拍着就给你做一个构图上的变化，对于我们平常录 A-roll 做讲解采访，或者是拍那种固定画面的居家 vlog， 都可以获得一个好像有人正在帮你调节焦段的效果。单兵作战自拍 vlog 也就可以实现更丰富的画面变化了。夜幕降临，是时候感受一下这里的夜生活了。曼谷有着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国际化都市的天际线，钢筋水泥组成的摩天大楼，快节奏的夜生活，源源不断的为这座城市注入新鲜的血液。
这次的新相机在弱光下的表现也很不错，湄南河畔的晚风凉爽，我也趁机拍了一些夜景人像的素材。 ZV-E1 有着10比特 4.22 的色深，超过15级动态范围，和 R5 一样的 AI 智能芯片也让它在各种光线下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焦功能。目前支持 4K60 帧，后续呢会开放 4K120 帧的强大影像功能，都让它毫无疑问成为一台拍摄高质量 Vlog 的利器。那对我而言呢，在旅途中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轻量化的器材装备，毕竟减轻负担才能玩得开心。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获得一个高质量的视频成片，那这就是对我而言这台专为 Vlogger 设计的旗舰相机最吸引人的一点。不过可惜的是它是单卡槽，也用不了 Type A 卡，那这一点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啊。但相比起它轻量级的设计，我觉得也能接受了。新相机自带的麦克风是一个三胶囊指向型麦克风，还拥有不同的指向，收音效果本身就很不错，但如果你的要求更高，也可以使用外置的麦克风。这次的旅程呢，我全程搭配的都是 ECM-B10 麦克风，整个装备非常轻巧，很适合长时间在户外拍摄和游玩。大家也知道原厂的麦克风可以直接热靴供电啊，实现数字音频传输，省去了插线的麻烦。那么今年我会作为索尼数字麦克风大使来创作更多的内容。那这样一台专为追求高质量 Vlog 和小型自媒体工作室设计的旗舰相机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动心呢？那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一键三连关注我哟。